近些年来，无论是摩托车还是汽车，由于翻车发生的流血事件不在少数，人们都在探索一种永远也不可能被撞翻的交通工具。而前不久，美国的一个设计师便研发出了一款永远也撞不倒的电动车 Leitmotors C1。 这辆车外形看起来更像是一辆摩托车，周身呈白色，最多可供一前一后两个人乘坐。其最大的特点便是拥有超强的自动平衡系统，就算是用卡车拉也不会使它倒下。原来这辆车配备了两个两分钟高达5000至12000转速的陀螺仪，这使得它拥有了超乎寻常的平衡性，安全性能也大大提升。不仅如此，这辆车拥有超强的续航能力，配备特斯拉电池的它在充满电的情况下可以持续行驶320公里，最大时速可达每小时160公里，这样的速度是一般电动摩托不可企及的。也许下一次秋名山之战便会多一个身影。这便是 Leitmotors C1。 这辆车的过人之处，除了以上谈到的几点，还有超强的智能系统，与互联网无缝对接之后，车辆会自动调节室内温度，自动匹配你喜欢的音乐，能规划你到达目的地最短的路线。也许你会好奇，这辆车的缔造者是一个脑洞有多大的人。这辆车的设计师名叫 Kim， 担任过路虎的机械师，曾就读于里德学院的生物和物理专业，但为了追求自己梦想的车辆，他毅然决然地放弃学业，一心投身于打造这辆 C1， 最后才有了这辆传奇车的诞生。所以每一个人的成功都是需要沉淀与积累的，就像这辆 C1 最后在 TC Disrupt 大会上拿到亚军，也绝非偶然。